洋红枫铃木，这位科学名 Habibiwa rosea， 英名 Pink Trumpet Tree Pink Puita Habibiwa， 尤其 Trumpet Tree 花枫铃木，粉红枫铃木。枫铃木属的落叶乔木，广布中南美洲，从墨西哥到阿根廷都有，主干直立高耸，树高可达20公尺以上，附生长状裂叶，椭圆形小叶五片，叶长20到25公分，叶宽5到10公分，叶旋缘有波浪状，可以和叶缘有锯齿的枫铃木鉴别。聚散花序，淡樱花柄短，有花朵聚集成头状，花有毛，叶片五，漏斗形花粉红色至桃红色，头部白色或浅黄色，花茎约五。一到二月先开花后长，春季长叶后亦能零星开花，适合全日照环境，冬季低温前照落叶，会促进来春开花更旺盛。一般不进行枝条的缩短修剪，以免剪除枝端的花芽。繁殖采用播种、扦插、根部分株等方法。应用：枝条较粗壮且分支较丰盈木少，因此整体开花数量略逊于枫铃木。花朵大，花序结构紧密，远看有粉红绣球，树形挺拔，适合作为行道树、远景树。在原产地中美洲地区，常将枫铃木树皮作为药材，具有驱除消化道寄生虫、治疗疟疾。花裂根也具有消炎解热与发汗的作用。红花枫铃木学名 Habibiwa rosea， 又称洋红枫铃木，是一种新热带界的树种，树高可达30公尺，直径可达1公尺。在哥斯达黎加，此树被称为 Robo di Sabana， 即西班牙语中草原中的橡树。因为其开花的欣赏价值，这种树经常在伐木区域得以保留，萨尔瓦多称之为 Maquai de Soi， 并作为他们的果树。台湾在1967年引入栽植，本种主要分布于南墨西哥，扩展至委内瑞拉及厄瓜多，海拔1200公尺以下皆有分布。分布区域气温平均约在20°C至30°C之间，年雨量在500毫米以上。树冠广，分支稀少，树皮灰或棕色，皮孔垂直纵裂，又以掌状复叶，由五片复叶构成，会落叶，中间一叶最大，约1月至2月开花，花紫色或粉红，叶落茎后方才绽放丛莓花。有时小型鸟如鹰、蜂鸟背会协助授粉。浮土果，果实呈长条状，约35公分，约在2月至4月结实，果实前到后会开裂，种子包在透明膜中，及风力传播。种子含水量约13%，含水时1公斤平均约有45000颗种子，种子的发芽率将近100%。红花枫铃木具观赏价值，普遍见于新热带城市的公园或花圃，雨季时绿叶浓密，可供遮阴，前季时花朵繁盛，可供观赏。红花枫铃木皮层制的药物，可以驱除寄生虫、疟疾以及子宫癌。熬煮花叶及根可退烧治止痛，也可治疗扁桃腺炎。红花枫铃木含有具多种药用成分的勒帕臭，是其他枫铃木属植物所没有的。勒帕臭是一种耐困眼生物，与维生素 K 相关。然而，由于勒帕臭的副作用，实际被应用以治疗癌症的希望不大。将位于高雄市，是交界处省道台一线上的新结构。彩妆成本向南向入口的彩虹桥，是许前区长努力向上级争取经费施作的成果，现已形成桥头新市镇入口枢纽，成为桥头新地标，同时也丰富了道路视觉意象。谢谢收看，下期再见，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